男人耍浪漫，女人看得脸垮一半。之前很流行来自星星的你，杜明景就是每个女人心目中想要的那种爱人的对象。对 OK， 有一天晚上，我半夜起来去厨房喝水，我就觉得我的背影好像很灼热，然后是有人在看我吗？然后我就转过身 ，My God， 一个在那边看我，然后灯一打开，我差点没吓死。我说。是什么东西？他说：“哦，这是我送你的，你不觉得很浪漫吗？因为你很喜欢。”今晚11点，中天娱乐台麻辣同学会。